覺得自己最性感係邊部分？最性感係應該我嘅靈魂。邊個唔出得㗎？呢個要最睇膊頭啦 ，OK， 膊頭。我一定出嘅啫，我唔會理你嘅。噔噔噔噔，嗨！陳生登場。大家千呼萬喚，我終於約到你出嚟啦！真係㗎？是啊，有人成日要约我啊，是啊，大家冇想约我咧。我知而家你惯咗大家嗌你咩称呼啊？好多都喎，伟船啦、陈生啦、爆船啦、船船啦，系。啱啱做星三赐俾你嘅新名字嚟嘅，系啊系啊，我觉得好爽嘅一个人嚟嘅。以前都系爽嘅，但可能以前咧做女团咧有少少偶包噶嘛。哦，系啊系啊系啊，你以前都同我哋做过访问，系啊。即係比較可愛，同埋好似同埋要。即係唔可以無啦啦有個人跳通。你唔可以好突出咯，因為大家一個 group 嚟噶嘛，以前。而家係真係可以咩都講咯。係係啊，所以其實今日好得意㗎。佢事前完全冇問過我今日傾咩啊，出嚟做咩啊，今日出嚟野餐啦，定係出嚟滑雪啊？係啊，我以為你帶我去食嘢添。所以我好開心啊！你今次揾我拍，可以名正言順咁樣喺個鏡頭食嘢，真係最壞規矩系列。好多觀眾由全民造星三可以認識到你。嗯，造星三係你第幾個比賽？我未入行嘅時候咧，係有人幫我 count 過，係有40多個歌唱比賽，未入行喎。咁樣影唔影到你個樣㗎？哦，其實唔緊要，觀眾都唔係睇我嘅，從來都可以咁樣樣嘛，咁樣咪見到你咯。好啊，其實希望之星嗰個比賽係一個讓好多人見到你 solo 嘅力量嘅一個舞台。我覺得嗰陣時係去冒險嘅，係因為嗰陣時我係啱啱簽咗新公司啦，係我嗰陣時第一集咧咪去踢館嘅，係然後係公司話你去試下啦，咁然後我真係自己一個去咯。冇任何嘅同事保姆，係啊，第一集係冇嘅，因為大家預咗去台灣可能即係都未必，即係台灣啲人好勁噶嘛，咁所以就預好快翻嚟，係啦，預我好快翻嚟，即可能去完就翻嚟，哇！呢個真係好重啊，唔得啦你呢個。其實你一個接一個咁多呢啲比賽，你係咪一個好好勝心好強嘅人咧？我好中意玩比賽咯。玩比賽，因為比賽佢個濃縮時間好短，然後要準備嘅嘢好多，咁就會好睇到究竟我夠唔夠咯。牛肉定羊肉？牛肉。火锅定烧肉？火锅。组合定个人？个人。赢比赛定赢友谊？赢友谊。短头发定长头发？短头发。冇拖拍定冇工作？冇拖拍。认真。认真啊！好 dry 噶。认真啦，梗系做嘢啦。最想合作嘅歌手 ？Anson Lau。最想喺红馆唱嘅一首歌？好多喎，但系。我會想唱翻決賽嘅 J Lo Melly 快歌。覺得自己最靚嘅邊部分？最靚應該係呢邊嘅隻眼同埋呢個鼻。覺得自己最性感係邊部分？最性感係應該我嘅靈魂。邊個唔出得㗎？邊個要最睇個膊頭啦 ？OK， 膊頭。我一定出嘅啫，我唔會理你嘅。呢個造型咧，我會覺得其實喺一個比賽又好啦，大家平時睇 show 又好啦，好好啊，起碼人哋好容易記得你。係啊，哦，好有型嘅，好短頭髮嘅嗰個女仔。喂，咁但係你轉變咗個形象咁大變化，有冇影響到你桃花源咧？冇喎。黃咗。反而有啲朋友會同我講話，佢好中意短頭髮嘅女仔咯。係啊。係啊。我頭先就係。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就在講就係話，原來有些男仔係會覺得超短頭髮的女仔是很性感。哦，你不知道原因是什麼？要再短一點是嗎？
我睇佢嗰啲圖片係再短啲嘅。嗯，係啊。我前排再短啲嘅，即係做星之前呢度鏟埋鏟多啲嘅。因為有啲男仔會覺得，因為超短頭髮見到頸，哦，成條頸露曬出嚟。你知頸本身俾人有個印感覺係會同性感係會扯上好密切關係噶嘛？即係通常啲人啊，食一食成都會摸一摸頸先咁樣。哦，我記得咧，你講起性感，我造星咧拍到訪問大家認為全民造星三最性感嘅女仔係邊個呢？原來我係最高票數嘅咯，即係阿小新話翻俾我聽。係啊，係啊，因為你都驚訝嘅。可能因為是眼神，因為成日跳舞咧，佢哋會問我點樣可以吸引個鏡頭啊，然後嗰種比較攝人嘅感覺，佢哋覺得是性感。你係點樣學翻嚟嘅咧？多啲望下自己個樣咯。其實以你一個咁獨立到嘅女仔咧，你要找一個男朋友難唔難嘅咧？我覺得唔難喎。當然做藝術是比較好的，即是大家貼近一點，即是唱歌、跳舞、樂器啊，這些我都是會很容易就會吸引到我的，是的，即我見到他這一面很 charm 的話，我就會 很想很崇拜他，是的，有一個令我崇拜的男人仔，我就會想跟他一起了。找到沒有？有啊，有啊，已經遇到一個令你很崇拜的OK 的OK， 崇拜你可以再進步一點。經過完整個比賽，嚟緊點啊？有啲咩新嘢搞啊？會嚟緊會出自己有份作曲同填詞嘅新歌。嗯，係啦，曲風就同之前係好唔同嘅。咁一來剪咗短頭髮啦，咁二來我會想試啲 chill 啲、聽得舒服啲嘅歌，就唔係好行嗰啲跳舞。係啦，以前你大家都會用一個行字嚟講。咁我又覺得，反而咧，我自己嘅發覺啊，好似喺香港，大家如果冇咁行而去表現到一個 charm 咧，係會容易吸引觀眾多啲嘅。因為未必有好多好大型嘅舞台，即係好似全民造星三總決賽咁樣樣，可以去承托到一種行。因為我係真係嗰次睇到你嗰個演出嘅時候，我好替你開心。嗯，係啊，即係可能因為。睇住你由組合啊，跟住去睇你台灣比賽啊，跟住然之後睇你逐集咁樣去表演，到用哇真係咁大個台，有埋天橋咁樣，真係上面成個表演係好霸氣。Super Bowl 係好霸氣，所以我係好替你開心嘅。咁啊，嚟緊出新歌，大家自己識做噶啦，去翻。新歌咧就唔係好霸氣嘅，係啦，新歌係 chill 啲嘅。要霸氣，留翻遲啲大啲嘅舞台。係啦，我都好期待有啲大啲嘅舞台可以做啲大嘢。得噶，得噶，係啊！你呢個性格係唔衰得嗰啲嚟嘅。係咩？係啊，飆到你團波 bang bang 聲咁去啦。係啊，你係嗰啲衰咗就即刻再嚟，即刻 take two 咁嗰啲嚟嘅，唔俾自己睇。俾你睇穿咗添。